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《无罪谋杀》。丁乾走向办公桌，拿起那些草纸看了一眼，全部都是迷宫画，大致数了数也有两三百张。他打开那个蓝色文件夹，里面还是迷宫画。王凌霄说前五张是要交给面具人的。他翻看了几眼，这五张画画得更加认真细致，相较来说其他的画更像是草稿。王凌霄连同其他参与者一样，耗尽全部精力，希望能用迷宫困住设计者，赢得自由。殊不知他们都是在作茧自缚，用越复杂的迷宫把自己越陷越深。至于笔记本电脑，丁健不用看也能猜到，里面肯定有完全自杀手册。迷宫画必须要配合自杀录像才能完成，这是丁健已经知道的。他还知道王凌霄与设计者下一次见面就约定在后天午夜12:30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只不过这一次，设计者将走进别人为他设计的圈套之中。丁乾忽然感到异常兴奋，他很期待与这位高深莫测的设计者碰面，鹿死谁手，拭目以待。眼下就是决斗前最平静的时刻，他应该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，顺便找找扮演汪连霄的感觉。要想了解一个人的性格，最好先了解他的胃。丁乾走进厨房，在橱柜里翻找了一遍，除了一些点心咖啡，没发现什么零食。最后在冰箱里发现了一瓶张裕干红葡萄酒。丁乾有点无语，只有外行才用冰箱存葡萄酒，容易串味不说，保存葡萄酒的理想温度是12度，冰箱温度太低了，影响口感，只有先暖到适宜温度才行。从这一点也能说明，王连霄虽然顶着文化人的名头，骨子里也只不过是一个懒散功利的市侩，没有什么生活品质，进一步说是精神空虚，没有信仰。他当初为了迎合权贵，昧着良心撰写假新闻，颠倒是非，就不足为奇了。丁乾把葡萄酒拿出来先暖着，然后去浴室冲了个澡，想着如何打发未来一天。如果是汪连霄，他会干什么呢？心里正想着，忽然听到门口的可视电话响了。丁乾暗自吃惊，现在也就是早晨5点多钟，天刚蒙蒙亮，大部分人还未起床呢，这时候谁会来呢？他没动，拿着毛巾慢慢擦着湿头发，可是电话响了几声就不响了。他正想着是不是有人按错门铃了，可是电话又开始响了。他满腹疑窦地走到门口，点开小屏幕看了一眼叫门的人，有点傻眼。楼下大门外居然站着一个穿着水手服的小女生，梳着双马尾长刘海，娇滴滴站在门口，简直就像卡通里走出的小萝莉。丁乾试着问了一句，你找谁？女生声音稚嫩地回答，你不是1404吗？我找汪先生。丁乾有点晕，汪连霄不会平时都这么打发业余时间吧？这口味可有点重啊，还有点消受不起。小女生还什么都不知道呢。快开门呐，王先生，不是说好的吗？丁乾犯难了，不让她进来吧，万一这小丫头赖着不走，惹得邻居们看见，议论纷纷，搞不好自己就露馅了。万一设计者在附近监视，看到自己不开门，也会起疑心的。斟酌再三，他把楼门打开了。等了大约5分钟，门铃响了，那个热情又呆萌的小萝莉已经来到门外。丁乾平静了一下情绪，把门打开。汪先生，你好。
小女生嗲声嗲气的，竟给丁倩来了一个认识的90度鞠躬，盯着头就往屋里面窜。先等一下，丁倩伸手把她拦在门口。我们认识吗？是啊，我们都很熟了呢。小女生一低头，从丁倩腋下钻进门，熟练地脱下鞋子和小背包，果然是个禽兽。丁倩暗自给汪连霄下了评语。可是这样一来，扮演难度就更大了。首先，眼下这个小家伙，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打发。这个不知害臊的小丫头主动问道：你这次需要什么服务啊，汪先生？你都会什么？什么都会，你要哪样啊？丁乾一脑门子黑线，人家这么主动，他也不好拒绝。又给我按按头吧。他走到沙发那坐下，闭目养神，也不知道汪连霄一次花了多少钱，不用也浪费了。小女生殷勤地走到丁乾身后给他按摩。不过这手法可不怎么样，主要问题是手劲儿太大，好像是揉面团，按的丁乾脑瓜子都快漏风了。哎，轻点啊，你是体育生吗？其实我最擅长按脚，你就将就点。你们老爷们儿啊，都是嘴上一套心里一套，果然没一个老实的。小女生手上加力，很呆呆地说着。丁乾忽然感觉声音太熟悉了，一下坐起来，回头仔细打量女孩，猛然浑身发抖。这哪里是什么小萝莉呀，这是大萝莉，警官学院都快毕业了。丁乾怒道：你老大不小了，化什么幼齿妆啊，还双马尾呢，你咋不梳两个抓阄装哪吒呀？郭蓉蓉理直气壮：我这不是为了协助你办案吗？胡闹，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？你赶紧走。放心吧，发现不了。郭蓉蓉原地转了一个圈，摆了个 pose。就算设计者躲在附近，也不会怀疑一个初中小女生的。再说这栋楼里又不只住你一个人，难道每进出一个人他都怀疑吗？除非你现在把我赶走，反而会引起他的注意。丁乾也拿他没办法了。反正你别忘了，我现在的身份可是汪连霄，一旦露出马脚，咱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。放心吧，我保证规规矩矩的。人家现在的身份就是你约来的女学生嘛，你吩咐什么我就照做就是。郭蓉蓉笑嘻嘻地拽着丁乾。丁乾掐半拉眼角，再瞅瞅的，指了指能躺人的沙发。那好吧，你坐这儿挨着我。干啥呀？郭蓉蓉忽然心跳加速，心里有点准备不足啊。陪我一起看完全自杀手册。丁乾把汪连霄的笔记本电脑拿了过来，放在茶几上，挨着郭蓉蓉坐了下来。无罪谋杀 VIP 版本，每天至少更新8集，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，直接在喜马拉雅 APP 搜索无罪谋杀 VIP 就可找到购买。有任何问题可以加本集标题我的微信咨询。感谢收听。